样更精彩。那有些东西不能剧透，那我保留一些让其他人说。好，谢谢大家的签到，谢谢。希望说我们把这角头里面演的大桥头这个扣场这个角色，希望能把它发挥出来。也希望在角头。我在戏中的角色是潘帅的哥哥，就是唐振刚的亲哥哥。然后从小到大就是跟宗宝和阿庆，也就是郑仁硕跟张泰兴两位演员一起长大的好兄弟。对，如果我在这个戏里面有什么好的表现的话，都是因为宗宝、阿庆跟潘帅，所以他们在现场给了我非常多宝贵的经验跟就是提点这样子，所以谢谢他们。证明是证明我们的学派是很快的。帮我举个手吗 ？OK 的话，那我们要请各位董事以及出品人先入座休息。那我们留下大哥演员们，我们一起做个合照。今日国历111年12月19日，农历11月27，角头以及云雾宫精华举行。开镜仪式，谢谢由巧克力娱乐股份有限公司、影音制作所股份有限公司、浪 Life 浪版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品。巧克力娱乐股份有限公司。